Listen, hurry. Oh my god, baby, baby, don't you see? 抖音。 抖音。 抖音。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几分，像从前。抖音。抖音。 抖音。抖音。 抖音。叫我最酷的小孩，我打最酷的牌，也不归宿的醒来，但也废物的宅，年无畏数的手机从不恢复的消息，老子只爱学习，爱情对付着来。抖音。 为什么说我们长相是差点？承认，但是从气质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么多年就在我手里拿捏的都死死的。抖音。Hold up，Wait a minute，It's a chopper，It's a chopper，Hold up，Wait a minute，It's a 22。 抖音。他像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若问当初还略带着一点娇羞，在那柔弱可爱的外表下，总能坚强和倔强是放心中。抖音。一，哎妈！ 抖音。在班就哪样？在班就哪样？没路在班，靠背那班。阿龙，列个赛班。赛班，你路有哪样？列个赛班。在班。有哪？在班就哪？抖音。抖音。 抖音。开始。首先，夹腿伸手，歪头。抖音。 抖音，我叫李弘毅，是一个游戏高手。正如你们所见，我现在正在进行恶战。嘿，哈萨克，我打。西格西，游戏世界，我已经厌倦了。我不得不开始思考，我儿时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？啊！ 这火腿肠有点好吃。
拜托你了，妈妈。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金箍戴上之后，你再也不是个凡人。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，如果动心，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束越紧。我叫李弘毅，实在没有想到这个妆容让我颜面丢尽，苦不堪言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再见，明天还得继续散播魅力。抖音。